可以闪躲，但不会退缩；可以疲惫，但不会说累；可以流血，但不会害怕；可以失手，但不会放手；可以被打倒，但不会被打败；可以质疑我，但不能假装看不见我；可以输，可以失败，可以失去所有的光环，但我还可以再战一次。这是拳击，也是我每天的生活，充满能量，再上场。